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下犬式。如果说三式站姿是瑜伽根基体式里面的第一位，那么第二位一定是下犬式。几乎我们每一堂的瑜伽课里面都会去用到下犬式，它经常会用在我们体式跟体式当中的一个串联或是过渡的体式。那下犬式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身体的体式，它可以锻炼到我们的全身，同时它又是一个半倒置的体式，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血液循环，改善面色。那好，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下犬式怎么做。好，首先我们先推到四脚板凳式的位置，让双脚打开与髋同宽，双手打开与肩同宽。双手的食指大大的张开，充分的张开，来压实地面，虎口大大的张开，压实地面。在这里勾脚尖，让双脚的前脚掌踩地，再慢慢的让膝盖离开地面，再慢慢的推髋向上，推髋向上，推髋向上，推到髋部到最高点，再慢慢的拉直双腿的后侧，再慢慢的让双脚的脚后跟落地，直至让双脚平稳的踩住地面，拉长双腿的后侧。在这里注意几个发力点：第一，双手食指大大张开，去压实地面，将地面的力量传到双手的大臂，再到两侧腰，再到坐骨的方向。第二，双脚踩稳地面，双腿的后侧拉长。双腿的后侧、内侧、前侧全部都收紧，往坐骨的方向去走。第三，坐骨往天空的方向拔高。第四，收着核心，腹部往内收，肋骨往下降。往下降是指往坐骨的方向、往耻骨的方向去降。第五，胸腔向前向下。第六，大臂坐外旋，肩膀远离耳朵。第七，脊柱往坐骨的方向去走，去发力，整个背部去拉长。刚才几个点就是我们在下犬式的发力点。吸气的时候吸到胸腔，呼气的时候呼到腹股沟。将力量往腹股沟的方向走，往坐骨的方向去走，满足这些发力点，你就完成了一个标准的下犬式。那在练习这个体式的过程当中，会经常出现几个问题。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双手会往前滑。那在这个体式下，你的双手会往前滑，有可能是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就是你的双手是没有去压实地面的，没有向地面去发力的，你的手是飘在地面上，所以双手没有力量就会往前滑，往前滑。那第二个呢，也是伴随着双手无力的同时，重心是在往前冲的，那这样子你的整个人就会一直要向去往前去冲，往前去冲，所以手会顺着往前去滑。因为老师这个垫子比较防滑，所以我也滑不出去。那这个问题怎么办呢？需要的就是第一，双手的食指大大的张开，去压向地面，再去推向大臂，再让大臂去推向两侧腰，这样怎么滑都滑不出去，因为你的重心已经从胸腔的部分，在肩膀的部分已经推向坐骨了，所以你在这个位置上你是滑不出去的。那排在第二位的是，你在推下犬式的时候，你的背部是在往前拱的。那这样子拱的时候呢，一样的，你需要将力量推向两侧腰，将背部去拉长，让脊柱的力量是往坐骨的方向去走。这样的话呢，你的背部就不会往前拱了，脊柱往坐骨的方向去走。当然在这个位置上，你之所以会拱背，也可能是因为你肩膀的前侧比较紧张受限了，那这时候你需要去做开肩的动作。那排在第三位的是，你的双脚后侧是没有办法伸直的，经常都是这样子的，需要屈着双膝，双脚后跟离开地面才行。那只要你发力到位了都没有关系，在练习的过程当中，试着一直在试着去伸长大腿的后侧，一直在试着想要把脚后跟往下去踩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你多练习就可以让你的脚后跟去踩住地面了。
那当你的脚后跟没有办法落地的情况下，你可能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，老是觉得身体不稳。那没有关系，你前期呢可以借助点墙壁来做练习，让双脚的前脚掌踩地，脚后跟去踩墙。一样的，先让双膝离开，再慢慢的推坐骨向上。在这里，在这个位置上，你就比较容易让双腿的后侧去拉直了。那如果前期双腿的后侧特别紧张，双脚后跟去踩墙还是没有办法完全伸直双腿后侧，那么你也可以依然屈着双膝，让双脚的脚后跟去蹬墙。记住我们前面说的几个发力点，再借助墙壁的力量慢慢的去做练习。所有的练习都是在日积月累的练习过程当中慢慢的去积累，慢慢的去提升和进步，慢慢的去做到相对来说比较标准的位置上。那前期我们只需要先做到正位就可以了。所有的瑜伽体式刚开始练习时一定都是先做到自己个人的正位，而不是所谓的标准。所以在练习的过程当中，你只需要先记住老师说到的几个发力点，把它们都带入到练习的过程当中，先做到适合自己身体的正位就可以了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下次见。